了，就像在昨天。太可惜了，他还那么年轻，才23岁呀。好了啊，这可是黎先生的曲子，谁要能唱啊，那叫机会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开始。小燕子，你先来。这意思完全不对，再琢磨琢磨。子熙，你来。太阳刚出山。
小丽，唱的真是太好了，是不是他帮过你啊？不错，真不错。错了。李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这有人改了我的谱子，你都没听出来，啊？这不像话，哼！谁？是谁？给我站出来！是谁？是谁？是谁给动摇老师的乐谱？是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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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动了老师的乐谱？他出他来，阻止不要说。你怎么又迟到？宋教导，看，我买了把好琴。耳朵哥哥，你的外套呢？差点钱，当掉了。当了。教导，琴怎么样？这琴是不错，可你这个人嘛。聂耳，李先生。先生。你来。这谱子是你改的吧？对，是我改的。乱弹琴。聂耳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黎先生的谱子你都敢改，耳朵哥哥还不快向黎先生道歉。哎，宋，道歉也没用，先生忍得了，我都忍不了。黎先生，您看这黎先生，你是为了他吧？啊，这个不过改得还不错，还不快谢谢李先生。谢谢李先生。来，妮儿，来上海多久了？这往后啊有什么打算呢？哦，先生，我想先把琴练好，然后嘛。然后什么？说来听听。我来自彩云的南方，挥别那十八岁的过往，怀着浪漫的梦想，啊，上海，上海，我要在你的海上踏浪，上海，上海，我要在你的空中飞翔。夜夜拼命练习，还得巧练；年年月月到处奔忙，忙而不乱。学习音乐，学习作曲，拉断了琴弦无数。霓虹闪亮，时光流淌，往事美梦一场。日日夜夜拼命练习，先生歌舞，先生艺术，洒下了汗水无数。霓虹闪亮，时光流淌，往事美梦一场。上海，上海，你是这生活有点迷茫。上海，上海，也许这音乐充满希望，也许这歌唱作曲是希望。唱得好。哎，寿昌，你怎么来了？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哎，这位年轻人是？哦，他是我们团新来的小提琴手，叫聂耳。哎，对了，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啊？我嘛，正在写歌剧，这不招不招合适的作曲啊，这本子写不下去了。嗨，
早说嘛，你跟我还有什么好客气的？等一等，聂耳先生，来介绍个人给你认识，这位是田汉先生。哦，田汉先生。守昌啊，你别看他年轻，可是后生可畏，如果他能为您的戏剧作曲，我相信一定会成功啊。田汉先生，您是我一直仰慕的戏剧大家，真渴望与您合作，如您信得过，就让我试试吧。好，年轻人有热情有自信，不过我要的音乐可不是这里的味道。再说了，我们左翼戏剧也没这么多经费。先生，那您要的是？扬子江暴风雨。对，像这类反映人民生活的音乐，你得去体会去了解，才能写出他们的心声啊。没问题，就交给我吧。请相信我满腔的热情，要谱写那真诚的歌。让我带你去看一看上海滩万般风流，要感谢老师们提携我，你的虔诚充满锦绣。看鲜花铺满了大道，把音乐在心中涌动暖流。我在期待，期待你新的成就。来自偏远的内地，他知道民众的忧愁。一个清贫的乐手，我怎样为民众解忧？你应该向高处走，走向那艺术的上游。上海我熟，要不就让我的耳朵哥哥去看看吧。好，去吧。走走。有一种感情缠绵似水，有一种感动好像thank you.
是？进村里空不啦？啊，请我吃小老酒呀！请我喝小老酒？就你小气巴拉的，还会请我喝小老酒？没事，我走了啊！哎，就这点小事，放在我身上了。哦，真的？马头。好好好。哎，三田先生，您这是？码头的规矩不留商号，歇歇吧。前面就是毛弟家了，我带你去认识长庚叔，他可是个老码头了。好啊，姐姐，那我去卖报了。嗯，早点回家。再见。再见。走。哟，好弟啦，这个就对了嘛，困我坐里向嘛，哪能会有钞票搞房地呢？他的腰都快断了，真的不能干了。您再通几天，等我结了钱就给您送去。不来塞不来塞，已经通了多少天了？哎呀，以为我不晓得，那毛弟不是已经去卖报纸赚钞票了吗？哦，他还小，刚学着卖，等他回来我们凑凑，明晚还您。哼，侬讲啊，明早夜里再搞不成就通我光腿。谢谢，你慢走。长庚，你干什么？别管我。你不要命了，长庚。我说孩子他爹爹，你呀不能这么干。伤病没好就伤寒，让人提心吊胆。哎呀，让我怎么办？我说孩子他娘啊，你呀不要把我拦，一家老小要吃饭。
让我怎么办？哎呀，让我怎么办？我帮人洗衣裳，也能挣点钱。求求你在家里好好养两天。孩子饿了不用烦，做娘的心又酸又我的娘你的娘床上躺，你肩膀并扛，日夜起早贪黑，做牛做马流血出汗，有下顿没下顿，有几天没几天，哎呦喂，你说穷人的日子那个为啥这么难，老爹才上你账，长言长语啊，这个世道为什么不让穷人活？哎呀，不让穷人活！长根叔，小丽，长根叔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是啊，这位是我的同事聂耳。长根叔，婶子，您快坐，您快坐。婶子，长根叔，您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您赶紧歇两天吧。哎呀，码头规矩不留商号，我要是不去的话，这活就都是别人的。再说，你看看这家里。婶子，这么晚了，毛地卖报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是啊，都这么晚了，毛地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别急别急，我们去找他。对，你们别急，我们去找。走走，毛地，毛地。没想到你还会打架。那当然，16岁那年我在云南当兵，那时候枪都拿过，还怕打架？毛弟，妈，婶子，哎，来，卖报的钱呢？妈，报纸弄丢了。啊？你？妈，我错了。你知道吗？家里就指望这点钱吃饭、交租了。婶子。别急，这报却算我买下了。毛弟，明天再去卖报就少拿点吧。啊，小丽，哎，婶子，小丽这个可不行啊！哎，当年我刚来上海的时候，你们也没少帮我。哎呀，不一样啊！婶子，拿着吧，别跟我客气。毛弟，来，哥哥也没帮上你。要不我送你一首歌吧。歌？什么歌？卖报歌。卖报歌？对，你看你光靠嗓子喊呀卖不了几个钱，如果能边唱边卖的话一定能卖得好。真的？那哥哥你教我好不好？好，让我想一想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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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是卖报的小行家，不等天明去等快报，里面走里面叫
天色不早了，你们快回家休息吧。哎，哥哥，送给你。谢谢毛弟。耳朵哥哥，这歌真好听，什么时候也能给我写一首啊？好啊，那你愿意为我唱吗？
八千了，八千了，兄弟们，八千了啊！怎么来了？老板不是给你结账了吗？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，留下我吧。这儿都是力气活，知道规矩的。我已经歇了两天了，没问题的。求求你，行行好，不要辞退了长庚。嫂子，你看看他这腰，这要是拖累了大家伙儿，我也不好交代啊。就是，都还给你，就让兄弟们分一分。谢谢大家帮帮。好吧，好吧，长哥，今天你要是能把这包从这儿扛到那儿，这签嘛，我就给你。好，我扛。长哥，长哥，不行，不能再扛了。你谁呀？我是替长庚叔来干活的。干活？就你？一看就是个读书人。还想来这儿扛大包，我觉得吧，哎哎，当块搓衣板还不错。哎，聂兄弟，还是我来吧。长庚叔，长庚叔，不行，来长庚，来吧。长庚，选择压坏了，可别怪俺们呀。来。哎呀！他都这样了，你们还笑？长哥，回去歇着吧，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干活去。算了吧，长庚叔。算了算了，年轻人，扶他回去吧。哎你，长庚叔，你算了。那么苦，他们还在笑，
是冷漠，是沉默，还是强颜欢笑？那么累，他们还在闹，是寂寞，是无奈，还是穷极无聊？老虎们过着悲惨的生活，只能够无谓的牢骚。我究竟能为他们做什么？即将掀起雷电和风暴，当你这魂魂的世道，觉我心中彷徨与苦恼。